门，前后门全部锁掉了啊！前后门全部锁了。你现在退款，我就把锁打开，知道吧？你现在把款退了，我就把锁打开。你锁的话，你不要给我开，我告诉你，你不要让我出去，我告诉你。你现在把款退了，我就给你锁打开，好吧？我打工呢，没办法。你现在把钱退了，我就把锁打开，好吧？你孕妇要生孩子了，你还拉着来上班啊？长沙见管家。